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卫研八。今天天气那么好，那我们就变个魔术吧。那我们有两个，变给他们看怎么样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干嘛？不要拍，干嘛？我想要对你们变个魔术，好不好？变魔术？好啊，可以啊。这给你们看看。这是一个杯子，有什么特别啊？没什么特别，是个普通的杯子，就是个杯子。对啊，你身上有没有带几种饮料？这不可能，我们在聊天。我带你的肚子。Oh my god！ 怎么会有饮料包？为什么？太夸张了吧。好，我请你们喝这包即溶饮料，但是你们不可以去搅拌它。那这样怎么喝？不用搅拌，要怎么喝？是的，就知道了。试试看。我说不信，这样倒进去可以喝。对哦。这不可能。来，我看。这样怎么？即溶饮料粉末。那是热水吗？对，麻烦帮我加一下，谢谢。Oh my god！ 哇哦，怎么会自己转啊？啊，